神秘之夜第一節，2022神秘之夜同大家見面啦！嗱，今日有好幾個消息要同大家宣布嘅。咁第一樣嘢咧，就下禮拜咧就休息。嗯，我休息。係個原因咧，就我遠行。嗯哼，咁我遠行去邊度咧？就係不丹。係、嗯、咁所以蘇本書俾大家睇睇先啦。遠行就遠近嘅遠啦，係咪？唔係，咁你去過啊嘛？我未去過啊嘛。咁我冇嚟蝕底噶嘛？係嘛？嚇！冇講話蝕唔蝕底嘅，我去唔即係你去。係係係，真係啱聽呢個説話，真係啱聽。咁但係嗰個情況咧，就我首先要解釋一下啦。就神秘之夜續咗都一段頗長頗長嘅時間啦，即係差唔多接近就快20年啦。係，咁就嗰個節目嘅形式咧，一路都係喺度即係兩個人或者三個人喺度即係噏啦嚇。咁、我哋有陣時我哋都請啲嘉賓，咁啲嘉賓亦都係有相當之多嘅一啲新嘅資料啦、角度啦，俾到我哋。係。但始終個局限咧，都係我哋比較少去一啲實地嘅地方啊。嗯哼，咁啊幾圖就冇嘅，幾圖其實都去咗好多啦，譬如日本佢又去過啦，嚇，不丹佢去過啦，美國佢又去過啦。咁但係都係停留喺我哋係轉述翻呢啲經驗俾大家啦嚇。嗯。咁而家近年嗰個攝影技術同埋互聯網技術咧，令到如果我哋去嘅話，其實好多時我哋都可以好短時間之內咧，去送翻啲影像翻嚟。嗯哼。咁可能你哋即係之前去咁就冇去特登去做呢樣。咁但係近排咧，我都有去咗不同嘅地方啦。譬如我依家會講啊。譬如啱啱去咗曼谷啦。咁、事實上係可以帶翻一啲嘅親身嘅經驗俾大家。就我覺得係比我哋自己去純粹用口去講係好少少嘅。我唔知道你同唔同意呢樣嘢啦。即係話個實地嗰個一啲嘅見證咧，俾翻即係個觀眾咧，係一件令到呢個節目提升嘅一個手段咯。同埋我哋可以更加多元化嘅，即係譬如當我哋講到嗰個地方，做個舉例啊，譬如美國嘅嗰個優山美地咧，Yosemite 嗰個咧，咁基本上我一講嗰度咧，啱啱嗰個時刻咧，就係佢哋本身咧發生嗰個叫做嗰個瀑布啊，水同火之間咧。嗰、那個撞擊嘅嗰個時刻咧，其實有好多朋友咧，即係都有個反應咧。睇完之後咧，咁佢哋都講，即係有講過單事件，因為都大事件。咁如果佢當即係有啲我哋有啲朋友咧，喺嗰個附近地方嘅北方咧，佢係做我哋嘅記者啊。啊，俾翻啲相關啲片拍咗拍嗰啲後咧，就由我哋大家一齊分享。咁呢個何嘗都唔係一個叫做將神秘之嘢拉闊咗個宇宙啊！因為大家知道啦，近年香港人咧就四散各地啦。上個禮拜我提到就係喺倫敦嗰邊有個畫展，好可能而家倫敦嗰邊啲朋友已經去咗噶啦。咁今日已經有人問我嘅，我話邊度啊？係 Tate Modern 啦，係好易揾噶啦。你去倫敦嗰邊，咁我哋。又唔係誇口講一句啦，我哋嘅聽眾遍佈五大洲噶嘛，係啊，真係呢位唔係誇口，因為大家廣東話講啦，即係好熟絡咧，即係有陣時會互傳嘅，互傳啊，咁佢喺我講佢嘅見聞俾我哋聽咁啊，另外諗起一樣嘢係因為最近我遇到一位聽眾啦，咁佢同我講，佢年紀唔係太大啦嚇，佢話佢聽咗我哋好多嘅內容之後咧，佢有去實地嘅地方，譬如我哋講個土耳其嗰，原來佢去過，有咁另外佢有去咗係我哋講呢個人智學會嗰個嘅創辦人啦，呢個 Rudolf Steiner 喺瑞士嗰、那個佢設計嗰個建築物，係嗰、那個又係我未去過嘅，我自己未去過，咁但係佢有咁嘅條件，佢真係。花時間同埋即係嗰個
精力走去呢啲地方咧。不過佢冇拍片，咪再實際補充翻啦。頭先阿台長講土耳其嗰個地方咧，就我哋喺神秘之夜講嗰個就話疑似係聖經講嘅嗰個伊甸園嘅嗰個地方。咁啊，因為嗰度咧留低好多嗰啲石碑啊，同埋有一啲古代嘅圖騰。咁樣就其實咧，我哋嗰時講咧都係一個叫做係引子，一個因為裡面都出咗好多啲專書咧，都係研究嗰個地方。最近是越来越多添嘅，咁我哋嗰个朋友咧，咁佢啊又当时都有去咗咧，就即刻讲翻俾我哋听咁。系啊，咁我解释下今次去不丹呢个动机系咩啦。咁啊，几年前去啦，咁当期点解我去唔到咧？咁个原因就因为有几个因素嘅。第一因素就是因为当其时我主持紧一个即系网台嘅平台啦。系，咁唔系你话行开行开噶嘛？咁亦都有一啲其他嘅事件令到当其时我有啲嘅考虑吓，咁所以 last minute 我话去唔到嘅。咁 anyway 佢哋阿纪图同埋 MC 人，你应该两个去啫嘛？三個嘅，三個咧有三個咧，即係另外一個人一個朋友啦。啊，電台記者，電台記者啦。咁今次佢呢個情況咧，亦都好突發嘅，就係、是、我有一日MC 人PM 我啦，咁我哋傾開嘅時候，咁啊，你話可以去到不丹喎咁樣。咁我聽到就係、是，咦？我可唔可以去埋咧？咁嘅時候，咁可以去埋啦。咁而家嘅情況唔同啊！而家我拍一攞就走得噶啦嘛，就唔同嗰個時候啊嘛。嗰陣時我要面對後，即、就、係、是、有業務在身，有業務在身嚟，而家唔係啊嘛。而家係得啦。咁而家今次去咧就亦都係同 MC 人去。咁但係咧就多咗朋友去啦。係咁呢度唔怕講埋啦。阿徐家健教授都會去嚇，不過佢有啲嘢佢就要遲少少。咁另外有其他人嘅有位導演朋友都去，咁導演朋友咩名字我就唔方便透露，即係我未徵得佢同意就費事講啦嚇。咁今次嗰個情去不丹呢個情況咧，就係、是、比較係真係好彩，因為根據 MC 人講法，就係一般人如果去嘅話，佢申請嗰個 visa 要6个月，同埋睇下有冇即係而家還咗好多啦。比之前，佢不單唔係好歡迎你哋去旅行。佢唔係我哋上次去咧，基本上咧就眼界大開。因為阿 MC 人咧，即係喺嗰陣時咧，佢哋嗰個相熟嗰個教派咧。咁啊，當時就喺不丹嗰度咧，就有好多關係，咁令到好多有陣時其實唔係好想大家去接觸嘅一啲聖地啊地方咧，都係咁佢哋都歡迎啊，歡迎我哋佢去咁樣，咁啊有好多咧，咁我覺得今次台長你如果你同阿 MC 人再去嗰陣時咧，咁可以咧都 mark 有啲變成咗一種專題嘅報導，都可以嘅，好啱我哋神秘之夜嘅，譬如做個舉例啦，我或者一兩個咧，我最想你哋今次去到咧，更加完整去整出嚟嘅咧，就係、是、其中一個咧，響即係山上有山嘅嗰個地方，會唔會有金字塔啊？唔係金字塔，你唔好嚟到金字塔嗰度，嗰度已經好勁啊！因為嗰個主持咧，佢就專門咧係阿蓮花生大使咧，就響周遭裡面咧留低嗰啲服裝，佢係即係通常揾到嗰個服裝出咗嚟之後咧。咁啊，大部分咧就俾依位寧波車咧，佢係做一個叫做係歸納嘅，佢嘅作用係咁樣嘅。咁我哋當時去嗰時咁都已經好似話佢有37件嘅嗰個服裝嘅嗰個嗰啲珍品咧，我哋都係略略介紹，但唔係37。咁樣咧，你全部介紹咁樣啊？咁啊，我諗大家睇翻神秘之夜嗰陣時，我哋都有講過。但係我覺得咧，可以好完善咁樣咧嚟去將佢嗰個逐步嚟講。因為我相信咧，譬如大家認識蓮花生大師佢嘅嗰個經歷啊，嗰啲多啲嘅話咧，對佛教嘅嗰種神秘感咧，就變咗冇咁好似啲人好怪，同埋係捉唔到佢嗰、那個。佢嗰個方向就變咗咧，好似言之有言，你信就信，不信就不信啦。但係以我嘅理解咧，密宗佢裡面嗰度咧，嗰個系統學咧，
就做得好細緻嘅。咁嗰個咧係其中之一個，我覺得咧你今次去嗰陣時，同埋阿 MC 人咁，佢本身佢都已經有個聯繫啊。咁如果咧仲有一個咧，就最好咧就整埋啦，就係揾埋阿癲和尚嘅嗰個典故。因為濟公嚇，不丹癲和尚個濟公，同埋咧佢係喺個不丹嗰個咧，就成日我哋上去買紀念品嗰時，硬係嗰條羊具啊。咁啊，好多都同佢有啲淵源嘅嚇。咁啊，我覺得嗰個係同阿濟公師傅嗰個關係咧。咁啊，可以詳細啲就再揾翻到出嚟咧。咁你會睇到咧，我哋中國同埋或者依啲叫做高山上嘅依個角度咧，原來有一個以前都已經有一種。我哋係已經失落咗嘅嗰種溝通嘅啲歷史，都係揾翻到出嚟。咁我覺得咁嗰個咧，就係對於唔單止我哋神秘之夜嘅題材啊，咁啊對於我哋成個嗰個歷史啊，或者對於一啲神秘嘅大家嘅互動啊，咁啊會有一個更加清晰嘅理解啊。你所謂嗰個互動，你應該咁睇法嘅，就以我哋似乎覺得就每個地方有佢唔同嘅一啲嘅。文化啦，照計大家就冇影響，唔係咁大啦。只不過有陣時就係話有多譬如唐三藏或者其他呢啲咁嘅僧人，佢哋去嗰啲地方求法，但事實上唔係嘅。係好多嘢好奇怪。譬如我哋今日講呢個題目都講到另一樣嘢。譬如我哋今日我哋會講呢、這個即係Kenneth Anger 啦，呢位即係大師啱啱死咗。係佢有一套戲，佢有一套短片嚟講月亮入邊嘅兔仔。係。如果我看那個維基話，佢嘅解釋就是日本嘅神話劇唔係嘅，月亮入邊有套呢個喺印度有，喺中國都有，咁你點解釋呢樣嘢咧？點樣去 trace 翻，即係追蹤翻，就係係邊個影響邊個咧？喺以前呢啲咁嘅神話，係咪大家都想象喺月亮入邊有套仔照計就唔會係啦？即係應該係一個地方係起源嚟噶嘛，咁慢慢擴散。咁我哋跟間會再講呢樣嘢啦。咁啊，幾圖頭先即係講嘅都我亦都諗起其一啲地方我哋會去嘅，就係苦月寺啦。嗰個一定要去啦，嗰個啊，唔去啊，等於冇去過不丹嘅啦。嗰個講嚇，唔係真係嘅，真係啊。嗰個係好緊要嘅一個地方嚟。係啊，咁另外就係今次會多過你上次去嗰度，我哋會去埋西部。咁我唔知即係。西部啲有咩？因為始終如果係講熟嘅都係 MC 人熟啦嚇，咁我就完全即係依靠佢噶啦嚇，佢定個行程嘅。咁但係 anyway， 我哋希望咧就唔係純粹一個觀光，因為事實上咧不單唔係一個即係歡迎呢啲遊客去所謂去使錢啊去觀光的地方，佢限定冇呢日使幾多。不過你唔係好多地方使錢嘅，但係我相信最重要一樣嘢就係睇不單嗰個文化啦，同埋係一種。同我哋而家我哋喺香港或者其他呢啲所謂資本主義社會生活嘅係完全另外嘅生活方式嚟噶嘛？冇追求嘅。追求係一種冇物質追求應該冇物質嘅追求啊。唔會鼓勵你特登就揾戒殺生係咪啊？佢哋自己嗰個肉食係佢哋自己唔係劏嘅，揾咗另外啲人劏嘅嚇，印度嗰啲啊。咁我唔知道我冇錯啦，我去到如果即係講錯，我翻嚟糾正啦。咁但係呢嗰啲食材好多都喺外邊嚟，喺外邊嚟咁樣講，係啊嚇。咁但係 anyway 呢個最緊要一個靈性上面嘅追求啦，譬如話佢當地嘅呢啲嘅寺廟嚇，佢同個成個歷史本身有咩關係？所以我事前咧我就買咗呢本書噶啦，《雷龍之敲》就係台灣方面譯嘅，亦入邊有講到嗰個蓮花生大師啊，喺不丹嘅，因為蓮花生大師咧，佢去嗰個西藏喺嗰個桑耶寺嘅之前同之後咧，喺不丹嗰度咧，咁有好多佢嘅修行嘅地方，喺度嚟嘅。咁我諗咧，你去到不丹嗰度咧，佢最主要咧，不丹做一樣嘢，做一種文化咧，就係好獨特咧，就同香港就好有關聯。就佢哋咧都係屬於一個叫龍嘅管轄嘅地方。咁佢嗰啲係山龍，佢話個龍國王見過龍噶嘛？唔係有好幾個寧波車都真係見過，真係見過。因為我諗佢見到個龍同埋個龍嘅意義咧，就同我哋咧即係香港南方嗰個有少少唔同咧，就是、我哋多數都見咧就嗰啲叫做係如果講以太嚟講咧，係水元素多嘅。佢哋嗰個咧就風嘅元素。
就居多，啲風起雲卷嗰陣時候咧，就見到有龍嘅嗰個出現咧，就相當之多。咁而佢哋嘅龍母咧，咁啊同我哋香港咧拜嗰個龍母廟咧，咁我都喺度揾緊嗰種淵源嘅，因為好多即係都曾經佢哋都有講咧，即係香港有幾個龍母廟咧，就同佢哋。不單嘅龍母廟係有啲淵源嘅，咁我哋都揾到噶，同 MC 人一齊揾到咧。啊，神秘啲嘢講過啦，唔好咁大大聲聲講啊，驚嗰度突然之間咧啲人去打卡咁樣又出事。唔好啊，我覺得唔好話啫，我都唔想啊，我特登話去咩？咁但係係因為個節目本身我哋要提升，所以我就會拍啫。如果唔係 other than that， 我就唔。佢總之不單咧，佢裡面嗰度咧有好多，甚至係你從文化上裡面嚟講，譬如佢成個嗰個喜馬拉雅山裡面嗰啲經書，好多嗰啲造紙嗰啲材料咧，都喺不丹嗰度嚟。咁好種種嘅嗰個因由咧，咁我覺得咧，即係其實即係因為不丹都亦都俾人哋去提及佢咧，就係即係如果講國家裡面嚟講咧，最快樂嘅地方就係嗰地方嚟。呢個有個統計數字，全世界最快樂的地方就係不丹。咁但係有好多地方都快樂嘅，我哋都快樂㗎。OK， 咁就我哋嘅快樂同佢哋嘅快樂有啲唔同嘅咧。係啊，我哋都快樂㗎嚇，千祈唔好話唔快樂。好啦，咁亦都開張期票啦。就如果呢個旅程我做到，我哋自己即係我想做一樣嘢，咁跟住落嚟咧，我就去沖繩啦。好啊，哦，咁快今日第二個啊，即係總之不單之旅，仲有一個沖繩之旅，係啊嚇。咁仲有其他嘅，不過嗰啲就太遠唔講啦。咁沖繩嗰個，我哋希望就落到去與那國嗰度啦嚇。你如果你與那國，你其實去台灣你去過㗎啦，係台灣去近啲嘅，夾埋嚟去講，就最好嘅，因為成個嗰個海底城裡面嗰個嚟講咧，沖繩同埋台灣，佢裡面基本上個文化，即係依個東海文化咧，或者嗰個上家王朝嘅嗰啲留低嘅嗰啲古代嘅傳說咧，依叫東海文明啊，咁樣就成個好似一個叫做太平洋嘅環路落咧，就係沖繩、長崎同埋台灣落到去菲律賓咁樣樣嘅，咁啊一路喺度講咧，其實嗰度有唔少海底城裡面喺度，但係與那國咧就因為嗰個研究咧就。仔細啊，咁所以就會咁受人注重咁解嚟嘅。啊，當年阿徐克咪落過去拍嘅，拍《深海尋人》啊，我哋神秘之夜嘅第一嘅節目咪就係《深海尋人》咯，就係、是。佢套片點解佢自己有冇其他嘅footage 喺度？footage 應該就有嘅，因為咁樣你如果咁講咧，咁我講三言兩語再補充翻，因為佢喺度拍《蜀山傳》嗰時期咧，咁佢都搞咗佢哋一個電影工作室嘅網頁嘅時候咧，咁啊徐克導演佢自己專題咧都有出過幾篇文啊，咁啊加埋我哋幫佢揾嗰啲圖片咧，就定係講與那國。咁佢嗰時都未曾係有嗰個深海尋人嗰個概念嚟嘅，咁樣就所以咧，咁啊喺佢嗰個與那國嗰個咧，就已經係情有獨鍾之餘嗰陣時候咧，咁我都知道咧，咁佢都對嗰方面咧，即係喺嗰個叫做我哋叫東海嘅海底裡面嗰度咧，佢有一種佢一種憧憬，有好多個諗法，咁啊《狄仁傑》嘅第二集。後生狄仁傑咧，佢直頭係講東海文明嚟噶啦。我哋嘅《東方不敗》第二集，佢講嘅嗰個《東方不敗》，佢嗰個咧，即係嗰種想搞革命嘅嗰班，即係同埋倭寇夾埋一齊講，就係、是、都係掂東海文化，即係嗰樣嘢嚇。因為喺蜀山嗰個故事裡面嚟講咧，其中咧嗰個叫東海三十六島咧，裡面嗰度咧都有個好細緻嘅描述。即係《還珠樓主》有寫過嘅。有嗰、那個係好經典嘅，好經典嘅一場大戰嚟嘅。咁嗰個咧就基本上咧，咁我相信咧，阿徐導演咧，佢就都知道嗰一個段落，但係佢又唔敢拍嘅。點解呢？因為嗰個係好犀利、好複雜，又火山爆發，又有啲環波奇情啊，咁嚟去鬥嘅。沙鹿島叛變啊，咁樣。咁樣就將成個咧，你會睇到咧，好似咧，即係如果你講如果用神話古仔裡面嚟講，即係
啊，叫哪吒闹东海，或者孙悟空，孙悟空咧就攞嗰、那个啊，攞佢嗰个金刚棒，嗰、那个定海神针，落去见水龙王。系啦，咁嗰两个情节咧都唔够呢、這个，即系呢一段咧、第二十五集打后嘅嗰个《蜀山剑侠传》咧，嗰段咁犀利嘅。系啊，咁啲观众话：，诶、你系咪讲戏啊？唔系啊，唔系嘅，唔系啊，因为点解咧？蜀山入边嗰啲可能系真嘅。唔系，你点样讲咧？因为如果讲歷史，用歷史來去講呢，又是三言兩語，因為我都說，胡金泉導演，他想拍的《張宇主海》，就是東海故仔其中一個很厲害 的故事的。而那時候我們都跟日本去想一個製作，那時候我們都經常都 有提及的，有一個店海底城啊、月辣閣那個，就是將個張宇主海和柳毅傳書，柳毅就是幫龍女，就是傳翻封信咧，翻去東海咧，嘅一個嗰、那個故事啊，《柳毅傳書》同埋依個《張宇主海》咧，咁依個就叫東海神話裏面咧，就經典嘅一個其中嘅一個傳聞嚟嘅。咁嗰個咧就引發佢咧，喺嗰時我哋一直咧都好想改編嘅，有一套叫《純氣流》啊。就是李儒依個戲劇大師咧，即係西方明末嚇，就係、是、寫玉華爾啊，佢寫玉蒲團嘅。是那個作者好像是他添嘅，懷疑啊，都唔係啊，嗰個全集有呢個嘢喺度嚟噶，即係唔係懷疑嚟噶啦。咁佢咧就因為咧，佢嗰個咧就喺西方，佢都話咧，佢係同莎士比亞同一時期出嚟。咁佢咧就亦都佢嗰種手法或者佢嗰個裡面用嘅嗰個方式咧，咁都係比莎士比亞咧即係一樣咁勁之餘嗰時候。有啲東方嘅情理嘅嗰種去法咧，佢就比莎士比亞就更加過癮啲添嘅。咁啊，劉堅治先生咧，咁佢有時教編劇咧，都成日都講個閒情偶寄啊。咁裡面咧講嘅嗰個咧，即係裡面嗰個點樣係做呢啲舞台劇咧？係因為佢哋嗰陣時係戲班嚟嘛，周圍走嘛。嗱，頭先你講個幾個字咧，麻煩你再噏多次啦，因為純氣流係純純咧就係海市蜃樓個神。戲咧就戲劇嘅戲，樓咧就係一個樓台嘅樓，就叫純氣樓。因為佢阿李儒呢個大師，佢最出名咧就有叫十二樓啊嘛，就每一個樓咧就裡面咧就有一個好大型嘅故仔。而呢個純氣樓咧就係講東海嘅，即係佢係幫阿康熙登基嘅時候咧就演出嘅一個大嘅劇預前演出，係啦。咁但係咧，咁佢咧就好串，就因為咧有一單事件咧，就喺度咧就。斬頭我都唔演住，要嗰個演員啊，佢入到戲，至得咁樣啊，咁所以呢個純氣流咧裏面咧最經典咧就係一個叫御前登基嘅一個大劇，之餘嗰度咧佢將一個叫做張宇主海同埋柳毅傳書嘅呢個咁嘅都有歷史淵源嘅嗰個古仔咧就套埋。一起嚟做一個咧，即係講個即係琉球嘅上家王朝嘅故事啊！咁我哋咧就曾經咧都將呢個古仔咧，就即係將佢轉咗放落一個歷史劇裡面咧，就同即係其實日本人都有份投資嘅一個戲出嚟，不過劇本未出，係咁解。寫緊嗱，頭先講埋啦，咩字咧？就係李魚個魚字咧，漁夫個魚啊！三點水，三點水有埋個魚個魚啊！大家可以即係打呢個 Google 或者。兵就可以揾到噶啦，咁仲有張宇鼠海個主，張宇個宇點啫？係羽毛個羽，羽毛個羽，係啊，主就係啊，烹煮個煮啦。柳毅傳書咧，唔使啊，呢個字幕識噶啦 ，AI 如果唔識就打鼻鼓啊。係啊，我睇下佢識唔識先。考我哋要考啊 ，AI 大神。係啊，係啊，咁而家點解我哋要咁發咧？就因為有啲字幕錯咧，就好驚啲字幕錯啊。唔係，同埋我哋好想同 AI 打個啊交道，打一個好好嘅。交道系啊，系啊，咁咧，剩一少少时间咧，我讲交代下啦。因为前几日咧就去咗曼谷啦，系咁你听话，去曼谷有冇讲嘅？就其实真系我初头以为冇讲，咁但系听咧有啲嘢讲。咁啊，原因咩咧？就系原来喺曼谷嘅市中心咧，我住嗰度隔篱咧，就有间纪伊国屋书店，系。咁初頭我唔知啊，我冇特登，因為我去曼谷唔係因為個原因啦，但係竟然係揾咗一間書店啦。咁書店咧就好奇怪地咧，就喺日本咧賣外文書就即係好流嘅。
除了那間舊書店神寶丁那間即是比較好一點，一般都好，但是這間幾個屋書店我買了很多書回來，其中一本是什麼呢，就是 Quentin Tarantino 的 Cinema Speculation， 電影猜想。那為什麼我會講這本書，因為這本書我找了很久，我找的原因就是我知道在 Amazon 我訂到，但是呢我想看看香港的書店入不入。我就行了很多間書店，包括三中商的書店，包括成品Cool Break 啦，即係喺百老匯隔離嗰間啦，全部都冇入過呢本書。咁我覺得就係呢個係香港近年一個文化上邊嘅失敗。咁點解會咁講咧？就其實而家你睇即係買書咧，你喺 Amazon 你都基本上你都係即係網絡到，其他亦都有啲咁網。但係書店嘅責任係將一啲重要嘅書籍，佢應該 display 出嚟，係入貨。可能我孤陋寡聞，但我是真的走過很多書店是真的沒有這本書，我懷疑香港書店是沒有入過這本書。你不是如果以前呢就有一些二樓書屋，尤其是灣仔那間，它有幾個 column 是以電影為主，它會入，這個叫行風格的書店，我覺得你可以說，譬如你剛才說的那幾間，對它本身都是一個叫很大型的連鎖書店，它們本身呢，即以前呢，這些書它很 好入的，何解呢？因為有很多外國人或者是內地人，他都是特登來香港呢，買碟買書，是最主要的。何解呢？因為呢他普遍比他自己本土地方，泰國人都那時都會過來買的，會便宜很多，因為便宜很多呢就是那個叫關稅的問題，這個呢在97的時候呢的7月1日呢，就是這一個呢就改動了他，所以即刻有很多要執笠添啊！即係唔止生意都做唔到啊！神聰咪執笠咯。我唔係我哋嗰個租碟嘅個金絲啊，話咩嗰啲咧，成個譬如好似依一種咁嘅文化嘅現象咧，係斷咗嘅。即係喺97年嗰時斷咧，就係7月1日嘅嗰、那個。就是那個關稅的一種新的那個條約改變的嘛。是啊。所以很多很多這些呢，就是他們呢，就是會，如果你有心，你可以問那些店主呢，他們肯幫你去訂，同埋或者呢就用一個叫低於一個叫市面價呢，就幫你去找呢，他有這種這樣的傳統，同埋那種即係幫忙嘅。我明白呢樣嘢，但係而家問題就係我知道有呢本書，好多人有啲人唔知噶嘛。咁啊，變咗喪失咗個機會，佢知道有呢啲咁嘅值得睇嘅書咯。我唔知啦，即係可能我覺得值得睇啦，未必人其他睇得睇。但係呢個唔係個別書嘅問題，呢個係普遍現象嚟噶嘛。而家連可能嗰個 Bob Dylan 最新嗰本書就《Philosophy of Modern Song》都未必有啊。我又在那裡又見到了。不是，他最重要，他一個現象都講了給你聽，現在是很少很少有去逛書店的。現在我你進去一看就知道，你看比以前來講現在只剩1/5的就是。我試過那間書店呢，中環那間呢，我樓下是沒有人的，只有員工在那裡。是啊，不是啊，那些就會變成有很多時候，或者一些學者或者那些大學研究生那些，他呢就即落去那裡呢，他都不是走去逛書，即是逛書店啊，他都走去買，他都走去那裡呢就拿個書單來去買他這樣。咁所以現在這種這樣的現象呢，成變成整個社會的文化呢有個改變呢，大家都知道是一個社會那個改變，我覺得是思潮的改變，我覺得是問題來的，我覺得是文化問題來的。是啊，文化問題在於哪裡呢？因為你這樣可以造成自我審查嘛。我特地不入這些書，不讓你知道，是吧？那你就不知道咯。那入面這本書，Quantino 都罵過這個問題的。他70年代的荷里活電影呢是第118頁啊，180。荷里活的電影70年代是很有衝勁，可以突破很多這些即係不同的框框，譬如他有提到 Easy Rider 啦，即係迷幻車手啦。七十年代一個好勁嘅，係咪60年代犀利？60至70年代，佢係跳出公，即係跳出嗰個片場，就全部用自然景嚟去拍嘅一部公路電影。係啊，咁佢批評嘅80年代嘅電影咧，係自我審查荷里活嘅電影。咁同樣一個問題就係，我哋喺香港已經單憑書店呢個問題，我唔好講圖書館啦，已經出現一個非常，我覺得係非常之嚴重嘅問題，就係入書嗰、那個嘅範疇咧，係離奇地係唔 update 嘅。呢本書講好耐㗎啦，即係我由舊年開始講起啦，因為我想睇入邊佢
即係點樣講翻佢去睇電影嘅問題啦。嗱，大家唔好怪異，因為我收一陣間會介紹喺嗰度買到咩神秘學書籍啊。OK，但係一樣嘢一定要講嘅，佢花咗成十幾二十頁講極流四勇士。咁啊，你想唔想睇啊？定係想我複述翻俾你聽啊？咁啊，唔使咁啊。嗱，激流四勇士，我哋啱啱咧就喺呢一排咧，即係嗰個評論學會嗰度咧，做一個又再掀起呢個話題係嘛？就攞翻呢個戲嚟去做。咁真係咧，如果攞咧，心佢哋都做一個。呢度係啊，呢個出嚟 Deliverance 1972年啦。佢哋都寫得好長噶佢。咁、啊、我可唔可以俾我讚下自己啊？好啊，好啊。咁咧嗰陣時，我喺嗰個會即係研討會上，我講一樣嘢啦。我話套戲咧係好睇，但係去到咧佢爬山嗰段咧就少少謝，竟然 Tarantino 都係講，都係咁講。係，因為佢喺嗰度咧就係、是。咁係咪可以話我好似 Tarantino 咁叻咧？唔係，嗰樣好多影評都講到光點啊嘛，因為佢嗰個最主要嘅問題就係叫 Day for Night 咁樣嚟拍啊嘛，係，因為佢係嗰度咧，即係講由夜晚到晨早嘅嗰啲時間咧，佢夜晚嗰度咧，佢基本上係喺嗰個地方拍嗰、那個，佢唔夠。打燈的位置不多啊，咁佢所以佢用咗嗰個咧，用日頭用嗰啲即係用嗰個攝影嘅嗰、那個低放 light 嘅效果，咁嚟去做出嚟，咁樣就去到嗰個叫晨曦嚟嘅嗰時候咧，其實大家都睇到咧，佢裡面嗰個效果做得唔好啊。係，咁啊好多時咧就即係令到咧即係大家對嗰個入戲嘅嗰個氣氛咧，嗰度咧就打咗個折扣。係啊，咁啊呢個打咗個折扣啊，呢個係嗰個關鍵嚟嘅。咁我留翻喺影嘅情報室，我會比較詳細講翻呢本書入邊講啲咩啊。咁大家都應該對佢有少少期望啦嚇。係，咁啊又補翻啦。咁你話你威啊，咁我揀呢部戲仲威，因為咧之前嗰時就係講水之形嘅嗰個咧，就大家估唔到我用呢一個。戲咧嚟講嘅，咁但係上完咗之後咧，就覺得咧就成個都講下，因為你嘅嗰個同佢詩原作嘅嗰個 fiction 裡面講起，加埋佢裡面嘅嗰種視像咧，裡面嗰度嚟講咧，就發覺係最貼題，同埋咧嗰個反應咧，即係大家都覺得嗰個咧就容易講啊。即係講就會明白啊，咁咧就所以咧，即係喺嗰次咧嗰個成個嗰個選片啊同個活動裡面嚟講咧，佢都佢一個成績係最大家都估唔到咧，係最好係嗰個嚟嘅。係啊，咁啊，所以嗰個其實有啲應機嘅因由嚟嘅。係啊，嗱，咁我解釋一下點解我特別提喺萬谷呢間幾個書店咧，佢正如好多西方嘅書店一樣，佢直情有一欄咧係講神秘學嘅。咁於是乎咧，我就買咗好多本書啦。咁其實我可以買多少，但係咧我怕溺啊，所以咧就係啊，小心啊，係啊，幾問題啊，戳親啲肌肉啲筋就唔得啦。咁樣俾大家睇，舉一個例子啦，譬如話我上次講到咧喺嗰個倫敦個 Tate 嘅 Modern Tate 呢個藝術館啦，佢而家有一個畫展就係咩咧？就係望住安同埋嗰個F. Clint 呢位女嘅畫家嘅展覽咧，佢呢本書《The Art of the Occult》神秘學的藝術，呢本係一本專講喺西方古籍入邊邊啲同神秘學有關嘅書籍，唔係好深入嘅，佢入邊都有呢個 F. Clint 嘅介紹嚟嘅嘛。咁係證明一樣嘢就係咩咧？就係喺呢啲嘅西方嘅即係。嘅書店入邊咧有一欄咧神秘學咧，基本上一定有一紮嘅書咧可以俾你去選擇嘅。係。咁但係香港咧，蘇花又係冇人去即係、就是、去做呢樣嘢啦嚇。咁咪我覺得呢個又係另一個我哋即係幾失敗嘅情況嚟嘅嚇。咁嗱，講真你而家依一紮嗰啲書咧，咁我嚟去睇嗰度咧，咁我諗你可以咧 mark 住。下一次咧，你去美國三藩市嗰度，我哋成日都講一個斯丹福大學嗰度咧，就有一個書局咧，佢裡面有成格嘅，差唔多我諗都有廿幾個嗰啲書架嗰度咧齊曬呢啲書，有曬喺度，好多俾你揀。
因為嗰個咧就基本上咧，響我哋都預咗咧，泰國啊或者嗰好多南洋地方咧，呢啲書佢哋都會好流行嘅。最流行嗰個咧，簡單講句咧，因為咧我哋所認識嘅泰國啊、越南啊，裡面咧嗰啲文化，尤其是佢哋嘅鬼文化咧，我哋所了解唔算好多嘅啫。但是他那個就基本上對他們呢、即如果你從巫術、啊、或者是他們的迷信角度裡面來說，他碰到很多這些這樣的文化、但是這種文化呢就跳回過來呢就跟我們香港很有關係，就是那個叫扶南文化，扶就是扶持的扶、扶南文化呢就是一個叫之前的我們整 個太平洋這個東南亞的裡面用的一種湖南文化，嚟咗一個舉例，海南文明啊，南海文化嗰啲都係同呢樣嘢有關。嗱，咁呢個就係個女畫家即係畫嘅畫啦。咁係如果我哋用嗰個藝術嘅概括，就係呢所謂抽象主義啦。但係唔止一樣嘢嘅，因為咧佢哋畫呢畫嘅時候咧有通靈啊。佢哋唔係就咁畫嘅，係經過某一啲嘅訓練啦、途徑咧接觸到另外一啲。其他維度的一啲嘅物體，去將呢啲嘢擺落嚟。所以一路我都要救病一樣嘢，就是即使我去過外國嗰啲嘅畫展啦，譬如我上次喺荷蘭睇嗰個望住間屋，佢有提到呢個神智學會，但係佢冇提到佢點解會咁畫法咧？砌幾張咁嘅即係顏色落去，咁又畫一幅畫，咁你點解釋？即係我哋喺入邊得到啲咩咧？嗱，舉個例，譬如呢啲。就咁嘅啫嘛，呢個望住安好經典嘅講，咁點佢點解又咁畫法咧？你睇畫展係，所以我寄望今次咧 Tate Modern 如果有人去睇咧，或者我遲啲即係如果有時間，我九月前我都落去睇睇啦。個 catalog 點寫法？睇佢寫唔寫到嗰個神秘學同埋真真正正神秘學同埋呢啲藝術之間個現代藝術之間嘅關係。我覺得佢係咁樣嘅，因為咧佢裡面嗰度咧，譬如你頭先掂到嗰啲，即係譬如光彩、七色嗰、那個，即光同埋顏色顏料嘅嗰樣嘢，其實係研究院學問嚟嘅。咁啊嗰個咧，即係你一講起上嚟，如果佢要講得好詳細咧，即係一幅畫可以變咗一本書咁多都得。我咧就係講嗰個博物啫，唔係我仲有舉例啊，因為我哋而家譬如拍電影啊，佢都會掂到嘅。依啲譬如依啲畫咧，裡面咧係框架美學嘅，我哋叫做係。佢甚至你睇埋個框。個造型，譬如你頭先你用翻嗰張咧顏色嘅對比過，佢就最厲害咧，裡面咧就係即係已經將嗰個叫顏色色彩帶嚟嘅情緒，加埋咧佢裡面咧就用下呢個咁嘅四方框架嘅裡面咧，就每一樣每一個元素都係有內容嘅。咁所以咧，你如果講你話喂要再寫詳細啲咧咁樣咧，你會睇到咧有陣時會有嘅。我覺得咧，即係三言兩語咧，有陣時有啲都會觸及啊嗰樣嘢出嚟。咁但係咧就好多時咧，你展覽會嗰時咧就係即係顧及咧有啲嘢就即係阿毛啊，即係乜都唔知。你講完之後佢就話我俾你搞亂咗添啊。咁嗰種人咁佢咧就依樣嘢，佢有咁嘅選取嚟嘅。係啊，咁同埋就係佢呢個好經典嘅呢、這個佢嘅畫搞到藝術館出醜嘛。因為試過一幅係調轉咗啊，倒轉咗，擺咗幾十年喎，先知道倒轉咗喎。咁所以即係呢方面我繼續努力啦。咁但係我唔知道聽眾咧，即係對於聽呢一方面嗰個題目嘅興趣大定唔大啦嚇。呢個始終係一個即係考慮嚟嘅。咁呢啲實大啦，阿達蘭蒂斯係嘛？係啊，咁但係呢啲好大路嘅，其實照計香港應該買到嘅，但係我又唔知點解就係又係係有嘅，有嘅呢、這個嚇啊。嗰時 page one 嗰呢個又 page 啊，係因為講係 page one 啦。page one 如果今日仲喺度，可能呢啲書都未必咁難揾啊。OK， 咁呢本就係 Curse Objects 係咩咧？被詛咒的物件係啊，咁啊洋娃娃啦嚇，即係嗰啲，即係你小心啲咧。係啊，即係啊，仲有粒鑽石啦，上兩個禮拜我哋講過啦。係，即係真係金，真係佢真係唔敢拎出嚟喎，嗰粒鑽石真係唔敢戴喎。即係印度嗰粒啊嚇。係，咁好多呢啲咁咧，有啲我知，有啲我唔知啦。咁繼續睇啦嚇。呢、這個就係神秘學的黑歷史，就係巫術、瘋狂同埋謀殺，咁啊好入門嘅呢啲，好易睇啊，一兩日睇曬嘅呢啲書嚇。係嚇，咁但係呢本就勁啦，呢本，誒、呢本我見咁重，我拎翻翻嚟。
魔鬼字典，魔鬼字典，將全部佢搜羅到嘅魔鬼嘅名字，都擺咗落去，咁呢本就可以慢慢攆啦。但係我都俾我睇到一啲嘢都唔夠嘅。佢仲一本係天使字典嚟嘅喎，誒冇地方拎，咪一樣咁厚，就係咯，係啊，就係咁，所以先至咩啊嘛。話咁講話，講到呢節爆曬燈啊，咁我哋而家休息間翻要再翻嚟。梁錦祥工作室。在这个网络言论自由被打压的年代，我们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坚拒自我审查，因为我们相信内容有价，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请大家订阅梁锦祥工作室 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守护自由言论。而我们在 YouTube 频道上面的每一节节目，都要麻烦大家记得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啊！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锦祥工作室节目。